我们石头剪子布，我要是我赢了130多嘛，我给你个65嘛，70。你要是你赢了260给你了，就是28万块。这家店正好八军在小区里面绕了一大圈才找到，深藏不露啊！这家店包炒椒麻鸡特别好吃，服呢，吃一个进去，哦呦，爆满爆满。Hello， 这不是这不是老板。啊，我们要一个包炒椒麻鸡一个，来。哦，直接奔子鸡吗？现在好几个炒的，要不辛苦一会儿。中午人比较多是吧？嗯，这桌子刚走完。可以。炒一个是吧？炒一个。加不加菜？你找你喜欢吃豆腐皮来个嘛，煎豆腐来个，木耳来个。你看豆腐皮、煎豆腐、木耳来个嘛。木耳啊，嗯，就这些。微辣、中辣。中辣，辣不辣？还可以，微辣、中辣、爆辣。炒米粉你都吃爆了？爆辣吗？来爆辣吧，爆辣可以吗？啊，好。行，等多久大概？6分钟就一个。哦，好的。我看他吃的羊羔。好几串吃的。谢谢。来。老板，你这个店开了多久了？3年。你一直都在这个小区里面吗？都是老顾客吗？我看。啊，生意好呢啊！你们这爆炒椒麻鸡是你们自己发明的吗？啊，我4年吧，有4年。哦，跟普通的椒麻鸡有什么区别吗？不是，还是没有。尝一下呀。上来了。哇，包炒椒麻鸡。我们第一次吃包炒椒麻鸡啊，我们以前都吃是就椒麻鸡拌的，这是炒出来的。哇，哇，它这个辣啊，正儿八经不是让人难受那种辣，香辣。椒麻鸡的麻味也有了，我感觉这个特别费面。哇，现在这个辣现在上头了，感觉。老板，给我们加上两个面吧，两个面。你们这边只能吃中辣，我这边当店包辣。哇，太辣了，爆辣太辣了，但是吃起来特别爽。炒的好吃啊，觉得炒的好吃。加两个面，哇，只一份面还是两份面？两份啊，好好搅拌一下哎。哇。嗯，哇，爽！这皮店面做的特别筋道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吃到冒汗。哇，眼睛变大了吗？你看冒汗呢。哇，太好了，越吃越辣。要是来的话，今天不要吃爆辣，爆辣不行，太辣了，一般人 hold 不住。姐姐，我们这里就多少钱了？看一下呗。120+12，134。我跟你说句话，能不能别打我？我们能不能玩个游戏？这种玩啥游戏啊？我们石头剪子布，我要是我赢了130多嘛，我给你一个65嘛，70。你要是你赢了260给你了，就是28万块，行了啊？32嘛，还是就一把？一二三，他非常故意让我的方子，啊、我真给70了啊！给70。